个给他小时候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时候那个时候经济条件没这么好，有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呢。他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小孩，啊，他这样横着就穿过来了，哇，吓死了，刹不住怎么办？他为什么这么去转弯呢？这种他是全责哟。